你们知道，真的是要念到博士，真的要很忍耐，所以我是八年来都忍着，是八年来都忍着。你不妨叫我神秘女郎。阿哈则心奇素现，无法离开海棱情挑这粗魅惑人心的奇情肥皂剂。本来揪心，在同一段访问里都可以治己掌嘴的女主角海棱青桃，我在台湾没有朋友，你们可以去查。对，我会跟我朋友，一个女生的朋友。农历七夜，你说不定还能交到一个看不见的朋友啊。然后一周刊就报道她交到一个镜子中也看得到的蓝森朋友，这幽默到阿哈差点承受不住。因为男人的个性就是这样，他们的普通朋友都会牵着手在街上。但他纠结的脑中葛格带发魁始终令阿哈更迷醉，比海伦清桃这种辣度千金散尽起回家切俗八年不碰他，葛格竟也有一番看似海阔天空且近乎闲邪的开示。是不是大哥你不是同志啊？当然不是咯，你去问那些和尚尼姑是不是吧？为什么和尚跟尼姑不在一起？那和尚要跟和尚在一起，你去问他们好了。好迷啊啊啊！带哥哥似想要出家，还宿族海伦清桃其俗素和尚啊！阿哈预测两位纠结轮差不多就四个麻花一俗半客素解不开底。木瓜侠八点档每周二四见，周六旁白哥抓漏哟。